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晨香新闻。近日，我省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风沙天气，市民的出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市民对抵挡风沙都想出了什么好办法。首先是简易装备组，紫金五笔法，披风盖套法。随后给大家介绍传统装备组，口罩墨镜法，奇奇怪怪组，头巾蒙脸法，全民口罩法。事情真是这样的，当年搞错了，再来。节目最后给大家跳个弹歌吧。弹客就是弹了弹歌走，三步一串那么两啊两回头。恩爱情侣特别多，你俩这样的还是头回见。一，初识暧昧期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如果你有把握吗？如果有一出现，你便可以捉住他。只要可以跟你全部小看人，有时候。啊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啊！左边的头发都行啊，还有头发纠结者呢。二，夜恋磨合期。好恐怖，危险啊！然后我就想开始盯着他看啊。我自己直接变脸说了哈。你不会承认的，你不会承认的。那我偏要去，偏让你直接欠我一笔钱。别走，这讲完了。你们玩得开心就好。三，老夫老妻。这是整哪出？迅速理解并解时长，默契满分的糖心蛋。本次视频由来开始。当糖心蛋夫妇化身粤语金曲打野，逆射杀。来呀，中水清清外甥钓鱼也关于我，我的小猫。再来再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把胸脯吧，胸脯，胸脯来，胸脯，胸脯来，漂亮来。我爱你有多深？粤语唱，那真的，这还有粤语版？用英文唱。哇塞，你真的是演员在上升了，多好吃的，第一次皮肤，也好吃的，没有吃。一个小彩蛋。本次视频由来开始。当糖心蛋夫妇化身粤语金曲打野，逆射杀，来呀，中水清清外甥钓鱼也关于我，我的小猫。再来再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把胸脯吧，胸脯，胸脯来。粤语唱，那真的，这还有粤语版？用英文唱。哇塞，你真的是演员在上升了，多好吃的，第一次皮肤，也好吃的，没有吃。
一个小彩蛋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的糖心蛋夫妇。你半妖之王，夜来山山主，堂堂一个排位二甲第一人，你们两个说出去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是威震一方的，可以牛逼出去参战打架斗殴，这说都说出去，我都替你们丢人。Nice。看来你对。没关系了。打了半天，把我们俩洗脑。大家就请你，大家还会请呢。祝你不让请我怎么请啊？谢谢福明，谢谢福明，静静都有水手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都给你，我知道你就没给我买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偷了两瓶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偷了两瓶了。大话。你放心，我都已经把他该偷的都偷了。放心，来来来，放心。秘密甲板我的心，秘密甲板我的心。当元旦英渊化身喜剧人时，他们是这样。咬死你了！吓死你们了！他就是你口中的鱼朋友，教科鱼黑土啊！其实我们归家亲戚也不与你纠缠，改日就当你算账，我们走啊 ！No， 还什么意思？大家让我走吧，进得来出不去，天时捉妖，天经地义。你也太狠了点吧！这样，所以我现在在这个还算是习惯。但是还是玩会儿吧。他有这么大，还有这样。对，你都来得太快了。看沉香夫妇为你演绎不一样的浪漫小套路，口是心非送花季。演蛋啊！我也换嘴出来。他又像干嘛？没关系，就没关系，你跟我说干嘛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有啥好误会的？你想干嘛就干嘛，我又管不到。那个，这是你的用意，我绝不会送你回的。别生我气了。就一说话就想哄好我啊？干嘛？跟我紧身去干嘛？拿着就走。你要不要？不愿意。我就是其实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，那话不急。说了就有误会要及时解开，你懂得对吧？你懂我意思吧？现在是误会，那我可以原谅你了。这是花束，我只说一个啊。皇帝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啥。嗨，早说了。OK， 你想要啥就要啥，只要你不再蹭我气了就行。不同寻常的壁咚吻。不知道你要不要？哎，就这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沉香新闻。近日，我省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风沙天气，市民的出行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各位市民对抵挡风沙都想出了什么好办法。首先是简易装备组，紫金无比法。
披风盖套法。随后给大家介绍传统装备组，口罩墨镜法，奇奇怪怪组，头巾蒙脸法，全民口罩组，事情真是这样的，当年搞错了，再来。节目最后给大家跳个堂哥吧。堂客就是堂啊，堂哥走，三步一窜，他妈两啊两回头。